今天我们带着全新推出的玉 Mavic Air 随行无人机来到上海与大家见面。玉 Mavic Air 是大疆首次将 4K 三轴云台相机融入到前所未有的紧凑机身中，完美平衡了性能与便携性。我觉得玉 Mavic Air 的体积就跟一个 5.5 英寸的手机的大小差不多，非常便携。很喜欢它这个 3D 折叠的设计，帮助我们节省非常多的携带的空间啊。这是我的一个手包，但是你看比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在室内演示了玉 Air 新增的高级辅助飞行系统 APAS 和会拍功能。新加入的 APAS 这个高级辅助飞行功能，可以在你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向左向右或者向上去自行躲避这个障碍物，然后就避免了一些人工操作的尴尬。在它的一键短片当中，它新增加了小行星还有彗星的功能，然后它可以直接生成10秒短视频，而且非常酷炫，应该算旅拍达人的福音。我觉得玉 Mavic Air 是适合所有想要在旅行中拍摄视频的人。玉 Mavic Air 应该是目前体积最便携，并且智能拍摄功能最强大的无人机。这就是大疆的玉 Mavic Air， 性能强大，极致便携，伴你随行新世界。